开饭了，家人们！哎呀，哎呀妈，哎呀妈！嗯，哎，小江说，我做肚皮好好吃，是吧？嗯，很粗鲁。太长了。嗯。哎呀妈，这粉条太好了！来，小吃吃来，小吃，好吃。哎呀。嗯。太香了，老公。太香了吧？脱骨了，今天吃猪蹄。脱骨了。今天炒个家庭小炒。老公，这些菜咱家第一次做，是不是？对，蒜苔、木耳、大豆腐。嗯，太好吃了。我来个猪蹄儿。行。家人们，看看我老公做的猪蹄儿，有没有食欲？老淡乎了，都脱骨了。家人们，喜欢我们小两口的，觉得我老公做饭有食欲的，赏我们个小心心，谢谢大家了。老公，你来一口。哎呀，太成功了，太香了，这猪。